哥们儿也挖了呀。刚是不是有哥们掉了呀？能不能别连了？欢迎来到。挺进有没有加强呀？你们将大显身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那他妈干的这版本出什么呀？出三项操了。这啥意思？我操！人越打越多，咋回事啊？咋就没了呀？咋他妈会想着来集火一个盖伦呀？这帮逼、啊！这阿木铁头勾了我两次，我操他哥！哇，铁拳这个位，我上路对线小丑，还是有天使大的，他妈的咋杀呀？我操！这边选了个天使大的小丑，我吐哇，怎么大都好了呀？这人，我大怎么还有40秒啊？给我耗成他妈的瓜皮！这个人给我耗成，别弄他，他没蓝了。我操，大怎么好了？我怎么没大呢？叮叮。怎么我的大比你们都慢呀？啊，你用过一次的呀？因为我们没用过呀。我也没用过呀。那就你那个太厉害了，他前期给的时间要晚一点。哦。阿木们加个卡米尔，我操！阿木偷了个卡米尔的大。这阿木想让谁坐牢，感觉是 B 坐牢呀。抓到谁坐牢？太离谱了！啊！别啊！怎么感觉抓到？这这个逼啊！妈的，这前面伤害是真低啊，德玛！
好了，中了。哇，这锤子！哇，他这个好恶心啊，飞到脸上去勾人，零距离勾人，我操！咋就退了呀，阿宝？感觉你可以勾引一下，我给个露露打，他出来我直接防，我直接给你一个打。操！这都没死吗？我操！老子满城正负责，他妈的开的大，没给他烧死。哇，带闪现的小丑，心都是黑的。我这盖伦出个三项之力是不是脆的一逼，兄弟们？怎么斧子抓了一只上路人直接没了呀？Oh shit, bro. 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哇，这个龙魂好玩，这个龙魂都要拿龙魂变成僵尸了。哎呀，是真脏啊，这个脏东西啊。呜呜嘿嘿。阿木木喜欢干我是吧？来，他们还他妈来抓过我一次，我听说。怎么我在他们野区是隐身的呀？这个地形里面就是隐身的呀，它还带个隐身效果的。进入那个烟雾里面。我操，草都没了。对，但是你靠近就靠近很大一块范围内看得见你。干他干他干他，阿宝。我操，他一拳快把我打死了。他打我一拳，我一管血没了，啥意思啊？哎，他还回来了，我有大的，干他不？干干干！我感觉他要干我呀！我操！好能打这两个人，还挺能打的，但感觉不可能打得过我们俩兄弟啊！我他妈前面一个烂肉加有输出的，你在后面猛砍，被这个东西逮住了，我操！
来，完了，我们这把找个哥们儿。这哥们儿招上人之后，人直接没了。飘老师打慢点，不可能还没开始。我好恶心啊！真他妈的恶心呀！这种英雄只要追他就是玩具，我就是，你知道吗？肯定他一拳能打死你。哎，我也隐身了。没一点办法，他终于追人。我操！爽吗？喜欢吗？阿爸，怎么两千给我打死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说出来你不信，我觉得他妈我是很肉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都能被弄死。哇，好能打这人！得跟着你混了。哇，这东西要我吃一套，直接吃半套人都没了。得让兄弟们先帮我吃一套。我今天就他妈杀你了！喜欢玩他妈阿木木，喜欢玩。这边有个小丑。那个逼，我不想理他，他很烦。对，就需要这种瞬间高爆发的他妈去弄他。等会你出那种就那种乱穿甲的，直接一枪给他秒了。OK。哇，我们兄弟们回来了。我就把威单杀了。这威不去支援的吗？哇，威在哪儿啊？好吓人啊！你他妈今天给我跑，狗东西！你给老子跑，弄他！这什么东西呀？你他妈走到我脸上来了呀，宝贝！怎么说？包夹一波这波？可以，我拿个红。OK。哇，他们直接。我的钻怎么感觉钻他都不痛呀？我看一下。我一共转十一圈，每圈是130，打最痛的是160。我看一下啊，一共转12圈，不得行，穿甲。这个位是一辈子打不过我的。
因为我比他还暴力。感觉除了你，我们谁被抓到都是 一拳打死。你们要被他阴到才行呀、啊。感觉一打他也是两枪，只要这个逼他妈有控制，很赖。对啊，他上来就是一个举高高，直接一拳打死，一点道理不讲。勇往直前，绝不动摇。打不死我，他刚刚大也打不死我呀，我血手都没触发呢，兄弟们。他不是很服气，我操！怎么两拳你就快没了呀？这波没技能，有一说一，这波没技能没大，这波不是他的对手。哇，好，感觉还是打人好痛啊，这个。我的大要重要一点，兄弟，我的大真的要重要一点。僵尸龙来了，死了可以继续冲这个龙 buff。你被人打死了，然后可以变成一个跟三大一样，可以复活一直继续冲。也能放技能吗？可以。那感觉还那还挺变态的呀，感觉。对，来了。没事，你还有一条命。我操，他这个伤害太他妈离谱了呀！我操，直接打死了。哥们儿，直接出个反伤甲，他打不过我了，行不行？先不急，还是先赛瑞尔吧。我赛瑞尔打都不想出，这把直接最后一件死亡之舞拉满。下一件本来想出个反甲不出，直接他妈的死亡之舞，给他秒了就行了。哇，这小子好烦啊！他隐身躲到这个隐身那个区域去了，直接人没了。我就会这个位。OK， 他蛮无尽了，我操！他无尽是不是就两拳就打死人了呀？应该不至于吧？马上无尽了，这哥们儿。哇，无尽了，感觉他就好猛啊！我说实话，我感觉他打不过我，真的。只要我不给他阴到，去试一下呗。等会儿吧，现在没食物，感觉会被秒。感觉看你们打架比自己打架爽一点。死了就，沉默效果还没结束就死了，怎么就给他转死了呀？这他妈这转的伤害也太高了，现在。
但是我差点被他秒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夸张了。对啊，他一个 Q， 他一个 QA 我就差点死了。哇，一拳超人这人。把圣母能升到三十级就好了，感觉玩的不够爽。我这个一技能只能转十三圈，妈什么时候能转六十圈就爽了。直接转到死，哎，可惜这个等级封顶了。无间火力那个封，如果等级不封顶，感觉玩的很爽。对，我2.5的攻速感觉就能转十七八圈，我操！但做不到2.5的攻速。哇，想等个远古龙，100秒，我就弄他去了。无尽就很牛逼是吧，你以为？我们的勇气绝对不能动摇，绝不动摇。我现在转一圈是多少血？250的血，转十三圈。2500，750，3250，我的一技能转满。他一拳把卡莎打死了，我操！我操，一拳卡莎满血死，好屌这个！这就 AD 吗？我操，他的凌空盾，他人都没过去，他的拳风就差点把我们这个辅助秒了。我蹲在这里面阴人，来一个人，我直接给他来一枪。看一下，哇，你这一枪应该能秒人吧？如果出暴击，打死一个，对，试一下。试一下，还有一个，我直接一出去打他一下。怎么不打暴击啊？打两枪没暴击，怎么感觉好滑呀？没打出暴击，感觉没什么伤害。打出暴击玩的就很爽。再来一个，再等一个。他有死亡柱，而且出不了暴击。